这开个大车不容易啊，这一年得罚个2000-3000呢。这回心里踏实了啊，到哪块去，你别管是有超速限速啊，完了就。叭叭啥呢？谁呀？我说你呀，叭叭啥呢？还穿那样吗？什么叭叭啥的？你知道这啥玩意儿吗？啥呀？哪块有什么测速啥的，第一时间滴滴响，还傻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么大岁数，你还用那玩意呢，大哥？用啥呀？用啥？你好像是没见过啥，瞅你那样。走吧，我领你见识见识去。是他吹牛逼？那这走走吧，这瞅瞅去吧。我装啥呢？那是。你先上，大哥。不是我刚买个设备没吸引够呢，你在那给我装啥你啊？不是大哥，你多少有点哈士奇呀你？啥意思啊，哈士奇？没啥意思，大哥，你不就想知道拍照测速那玩意吗？啊。我有啊，我让你见识见识。哪儿呢？打开屏幕。哪儿啊？看着了吗？啥玩意儿亮了呢？啥亮了？导航。这不导航吗？啥电子组？你看过那探头啊？这呢？啊。哎，能触摸的啊？能触摸呀，哪会有红绿灯都能给你播报。实时语音播报的。实时的呀，语音操作它的。啥镜子呀？黑天模式。呀，这语音跟他说就行啊？对呀，切换 AR 导航。这啥天气什么 AR 导航啥意思？实景的啊？实景的，指引的，前方我车还有障碍物提醒的，是吗？啊，那镜子，这挺好啊。啊，打开前路，啥意思啊？看我这个前面，这广角大。看它干啥呀？看它打开前路。哎，这我车吗？对呀、啊。这不后面吗？这不后面吗？再看着呢。这视野这么大呢？前后录像同明同显呢？拍照录制。啊，还是个记录仪呢！啊，还能连手机远程监控呢？啥意思啊？连接手机能远程，不在车上就能看。啊，我在家我就能看我车情况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哎呀，你这玩意儿行啊，盲区都没了。打开音乐。打什么？听歌。听歌也语音呐？语音操作呀。你这玩意儿，这家流量是四 G 的。是啊，你这单独买的卡呀、啊、啥？单独买什么机器带的？啊，带流量呢。啊。啊，说那么多有啥用啊？我这大车一年能挣多少钱呢？你整这玩意儿花10000多块钱，几百块钱下来的玩意儿，流量啥的呢？给你带着的。那我关注你，我那大车能装啊？大车能装，再给你包安装。那谢你啊，老妹儿啊。啊，没事儿。